Wait 1 second. Please. Let's see. 你是老朋友 你的爸爸的生日是1917年，对不对？嗯，1917年啊，差不多。1917年，你爸爸在这里练功吗？以前呢？以前在家里很少，很少。刚回来呀，这4、41年就回来嘛。哦。4、41年回来的时候都没有说这个东西。哦。后来呢，这个当时呢，共产党不用搞这个的嘛。 后来，那个71年以后就才有土地。哦，71年以后。全部两套哟。跟你，跟左边跟你，好吗？左边我的，我们再上回了。你俩啊？两个啊？哎，啊，边边的啊？对呀。边边压出来啊？